OK， 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哦，今天 JY 带大家来去买便当。哦，在汇捷一路潮寮这里。哦，这个新开的翁记好可味港式烧腊便当，我们来去买便当。嗯，老板娘，你好，我包一个黯然销魂饭。哎，可以来啊。嘿，一个，我要吃看看到底多黯然，多销魂。哎，啊，饭给我搅咸。你们一起的吗？没有。你们几点卖到几点啊？我们到早六点半开始，做到暗时啊，六点半。六点半。可以打电话哦。我先把你读起来。读好，好，我给你刷一张麦子。可以了解，OK， 叉烧饭。无，我是黯然销魂。那就是叉烧饭啦。啊，哦。食神有咧看无啦？好。嘿啦，就是迄啦。叉烧还有两无啊？两哦，两。爱一个，嘿，较是销魂饭。来，来，来，我一个脆皮烧鸭。可以不烧鸭的 ，OK， 帮你拌就好，拌一拌就好，喝 OK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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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喜欢喝汤。原来就是叉烧，啊，不过真正爱加一个蛋，真，嘿，真正就是加分啊，无够啊，先煎好啊。味噌汤。啊，我你咧叉子啥？哦。鸭腿块，来，你旁边来一张。老板，来嘛。准备点刀，准备刀，准备菜。好，做三杯料，茶中毛拢有咧，好。俺也是三杯。哎，我喝一下子。等来啦，好。好，来我滴。好，好，等来啦。哦，橡皮筋不会用。哦，大家都跑来这里买黯然销魂饭，等一下来吃吃看。哦，65块还不错，看起来 CP 值也是蛮高的。哦，待会 JY 再来找地方开箱这个黯然销魂饭。OK， 哦，我们来吃这个黯然销魂饭。哦，这个翁记烧肉店在大寮区华中南路689号。
哦，689号，华中南路689号，哦，可以打电话预定，哦，645块，黯然销魂饭，我们来吃看看到底有多黯然，多销魂。我在那边有跟那个老板建议说，哦，这个黯然销魂饭真的要加个荷包蛋，没有熟的荷包蛋，哦，蛋黄没有熟的那一种，一定会更棒。哦，老板跟我说，这个黯然销魂饭就是，其实就是叉烧饭。哦，这样看一下，65块，哦，好烫。哎，茄子，哦，有 JY 喜欢吃的茄子，龙须菜，哦，这个是炖，应该是炖什么高丽菜的。嗯，哦，光吃一口菜，嗯，就觉得好香甜。嗯，够味，哦，这家好吃哦。哦，黯然销魂，哦，那叉烧。哦，叉烧给的都蛮厚的，这是什么酱汁吧？怎么好像是姜的感觉？嗯，哦，这叉烧，哦，这叉烧都不小，厚度，哦，好大块，来扒一口饭。嗯。哦，菜也不错。嗯，光这个菜就很好吃了。哦，试试看它的龙须菜。嗯，嗯。重点来了，看这叉烧有多销魂。嗯，哦，不错吃，哦，推荐大家吃黯然销魂饭，希望下一次去买的时候，老板会加一个荷包蛋，卖70块，不是75块，我都接受。哦，这个叉烧，哦，也肉不错。但是没有黯然，黯然就是少那一颗荷包蛋。哦，这样比较亮。看这个肉多大块，多厚。哦，65块叉烧，这样 CP 值算很高啊。
你看不到。嗯，哇，好吃！哇，这个肉怎么那么多？饭都快吃完了，肉还那么多，哦，有够厚的。还有九层塔，茄子炒九层塔，嗯，够味。哇，哇，好真。还要烤的微焦，哇，真的好吃啊！肉再大块，我还有四大块。还有一包这个味噌柴鱼小鱼干豆腐汤，哦，好大包，不用钱。哦，这包已经快吃不下了。好，有经过的朋友哦，可以去跟他捧个场，翁记烧腊店，65块的黯然销魂销魂饭，哦，慢慢把它喝完。OK， 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